我也要请我们的行政院跟我们的各部会，我们发动。我想 FB 在那个国际法庭的那个界面，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吧？我们请我们的国人，每一个人到这个脸书上去做抗议的动作。我们希望行政院能够带头开记者会，要求我们的国人，我们相信我们的国人一定会做好。我们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做到。